Hello，宝宝们，你们好呀。今天呢，我给宝宝们来说一说日本最有人气的医美护肤组合。日本很多女性都会定期去美容医院进行皮肤护理，那其中最有人气的护肤组合就是微针加刷酸加离子导入。那微针呢，是改善细纹、痘痘、毛孔、角质异常等各种症状的医疗机器。微针的探头上面有很多极细的针，扎在皮肤上可以刺激皮肤的修复机能，从而产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，使皮肤状态变好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原本28天就会自然脱落的旧角质就会堆积起来，成为造成小细纹、干燥、粉刺、暗沉等各种肌肤问题的原因。刷酸呢，就是去除这种多余角质的治疗方法。离子导入是通过向皮肤注入微电流，将离子化之后的药液导入至日常皮肤护理无法浸透到的皮肤深层。优点是无需使用注射器便可以将药液注入到体内。导入的成分大多是高浓度维 C 的衍生物，可以抑制黑色素的生成，改善红色痘印以及美白等。这个组合呢，一般都会根据每个人的肌肤状况选择交替进行。好了，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